面天气这么好，我们要不要来去跑步一下？太阳这么大，要去跑步？不要，等下跑回来啊，我就变黑炭了。走啦，现在没有太阳了。哦，是哦，我等下追剧，不好意思啊，接过。你这样真的不行啦，真的不行。Space Plus 新太空垂直自动机，哎呦，7天的免费体验期耶，怎么可能？真的假的？哦，不错哦。嗯。哎，哥哥，很有人呢，你去帮我开门一下吧。来，给你送给你的礼物。送给我的礼物，这是什么？这个就是 Space Plus 新太空人垂直律动机。垂直律动机？因为我知道你哦，真的很懒得出去运动，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一定非常的适合你。所以你的意思说，有了这个垂直律动机，不用出门也可以在家里运动。但是哈，我跟你说，你压力不用太大，没有关系。怎么？因为它有免费的7天体验期。哦，7天。所以呢，这7天就让你好好的试用看看它。哎，如果真的不喜欢，再把它退掉。哎呦，不错哦。好啦，今天呢是第一天，我昨天晚上呢有利用一点点时间上网去搜寻啊网上朋友们使用的心得，然后发现啊，哇，原来它有很多很多的使用方法。既然呢它有7天的体验期，那妈咪我呢就帮自己呢拟定这一周的一个运动菜单。所以如果大家呢也不知道如何做规划的呢，也可以参考妈咪的菜单哦。不过呢使用之前呢，妈咪我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整个商品好不好。从箱子里打开来呢，它非常非常的简单啦、啊、它就是一个垂直律动机的主体跟一个说明书，还有它的那个线跟这个遥控器。整个界面呢非常非常的干净简单，然后踏板的部分也非常非常宽敞，然后这边有萤幕的显示，因为我现在还没打开，所以基本上啊拿出来不用安装就可以使用。好啦，我现在就开始试用看看。好啦，首先呢这个菜单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跟妈咪我一样循序渐进的拟定它，就是一开始的第一天呢，只要坐在沙发上脚踏上去就可以了。 OK，真的在运动哎，它抖动得很厉害呢，是不是？你一定觉得说，哎、欸，看上半身都没有在动的感觉的，但事实上，你有看到我从小腿、大腿这样抖动程度吗？它这个抖动真的很强哦，很强是不是？有啊有啊，抖。第二天呢，妈咪我的菜单呢，大家知道下班之后一定是觉得脚非常的累，尤其是女生穿一整天的高跟鞋在那边跑来跑去，所以我们呢就要利用这个垂直律动机来舒缓我们的脚。那怎样舒缓呢？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就要把我们小腿的部分呢平放在整个台面上，脚跟的部分呢要顶到这边的边缘，就像这样子按下去。这样是不是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把我们的小腿呢达到一个舒缓的动作？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利用在晚上睡觉之前，利用垂直律动机再运动一下。它的振动频率呢最高哦，每分钟可以达到1200下的深层振动。另外呢，它的段数啊有20段哦，所以每个人呢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个调整。上睡觉之前啊都不用在那边抬脚抬到脚嘛，隔天呢也不用再害怕水肿喽。第三天啦，我相信我们的身体应该都能够适应这个垂直律动机了。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我们一早醒来呢，我就要利用这个垂直律动机唤醒我们的全身细胞律动一下。电源给它按下去，只要再简单的做一下伸展动作，来右边呀，来左边，来后面，再来。大概只要10分钟的时间，这样我们整天呢都会非常的有精神。今天是第4天啦，有看到我今天的穿着吗？妈咪，我就是要来运动的。那我之前呢有上网查询过，原来我们的垂直律动机啊也可以加入瑜伽动作，所以今天妈咪的菜单呢特别加了一个瑜伽动作里面的平衡，利用这个平衡呢来练我们的腹部核心。
那在这边啊，妈咪还要提醒大家一下，你做瑜伽动作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动作啊可能需要比较大的空间，但这台律动机也非常好，因为它体积小，然后它的重量也不会很重，所以不管你是要在客厅用或是搬移到我们的房间都是没有问题，很轻松的哦。那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开始吧。首先呢，先调整到你想要的一个正度，好，那我们就可以来做瑜伽动作了。怎么？你是想问我这个是不是？然后现在的那个裤子啊，运动裤都可以这样子，让你放钱包啊什么的。好，那首先呢，你一定要先站稳，站稳，不要让自己受伤跌倒了。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瑜伽老师做这个非常的优美。你不要看这样哦。其实啊，我现在腹部啊需要非常有力量伸出，才可以让自己的平衡能够非常的稳。好，等一下啊，其实我这样动啊，已经全身都热起来了，真的非常有效。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它还是帮你这样不断的抖动。哦，不行，我的肉会下去。好，来开始。五啦，时间过得非常快。我相信礼拜五呢，大家都会干嘛？下班之后就去大吃大喝。但是呢，要享受美食之前呢，我们要让自己减少一些罪恶感，还是要来运动一下。前几天呢，我们的运动的菜单呢，大部分还是比较针对就是我们的下半身。今天呢，我们来换训练一下我们的上肢喽。一样很简单，我们先打开我们的机器，选择呢你想要的震度，很简单，只要把手放上去就好了哈。撑起来，或者是膝盖跪着，然后双脚交叉，这样子去运动到，就可以训练到我们的上肢跟紧实我们的肌肉线条。有没有有点线条出来？我自己都很有感觉。礼拜六啦。太阳这么大，天气这么好，但是还是不想要出门。大家一定会想说，哎，妈咪，你是不是少运动到一个地方？我知道，就是女生们都非常在意的屁股，屁股一定要练得翘翘的，穿裙子啊、裤子才会好看。好，来了，肩膀微宽，往前，嘿。其实啊，我现在大腿啊炸开来了，其实是蛮难的。好，休息一下，膝盖舒缓一下。今天呢，已经是第七天周日了，能够跟妈咪一起撑到今天的。一定要鼓励一下，所以呢，我们最后一天啊，来进阶一点点。一个礼拜应该也是吃了不少东西了吧？我们来暴汗一下。我们今天要挑战的就是训练核心最难的、最可怕的棒式。那这动作呢，就是把你的前臂平放在这个台面上，然后脚呢立起来，像伏地挺身一样。但你要记得哦，屁股呢跟脊椎这边都要成一直线。不能屁股翘高，也不能屁股凹陷，这就是棒式比较难的。好，开始。这动作可能没办法五分钟，这动作大概是一分钟我就不行了，真的超累的，我爆汗了，啊，流汗。休息一下再来。好啦，结束七天的体验。整体来说呢，妈咪觉得这一台呢是让人运动起来完全不觉得任何压力的机器。
怎么说呢？首先旧沙的体积啊非常小巧，所以呢，当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啊，可以放在家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任意的去使用它。虽然影片呢没有特别的去拍摄到，除了我们真正在运动的时候去使用到它，妈咪常在打脚本的时候啊，还会直接把它放在电脑桌下面直接使用，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啊，造成血液不循环啊。再来呢，就是如果你跟妈咪我一样啊，平常就是懒得运动，或者是很不喜欢在太阳底下运动的朋友们，那这台真的很适合大家。其实我们只要能够善用它，它能够做出非常多的变化，而且有非常多的有感运动，不管是呢核心啊，或者是说上肢的训练。以往可能没有律动机的情况之下，在做完这些运动之后啊，妈咪都会觉得说，哎，身体好像没有动到一样。可是啊，现在因为多了这一台律动机的带动之下，很明显的全身都在动，全身的肌肉感觉好像都被唤醒起来了。重点呢，不管是你平常是喜欢运动的，还是像妈咪我平常之后懒得动的，这一台呢 Space Plus 新太空冷水池律动机都超适合。不过呢，大家最近有需求的，或是替家中的长辈添购的呢，赶紧趁着他们现在有7天的免费体验，赶快去哦。哎、欸，拍完了没？拍完了没？拍给网友的应该都拍好了吧？差不多快了。东西收一收，因为今天是7天体验期的最后一天，看你没什么在用，东西收一收，把它退回去。什么要退？我没有退，好不好？我才刚刚对它有兴趣哎，光是对我那个腿部每天啊这样子那个循环，我真的超级有感，好不好？我没有要退啦，退什么退？正想说要来享受一下。啊，真的没有要退啦，没有要退，没有退。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分享、加按赞，还有追踪妈咪的 IG， 还有可以加入我们频道会员。就这样啦，拜拜拜拜，没有退哦，拜拜。哎、欸，可是这样要10000多块。拜拜。你付还是我付？